好，同我们下次的片语练习啊，要把16页的爬音配上咪，然后直接爬，然后右手接，然后这样子四拍，然后再来弹 re 配 G 和弦，然后你随便从一个 G 和弦的转位开始，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就是第10页下面的例题。你要弹4组、3组都可以，好。好，所以你的最后目标是两个速度是一样的哈，比如说，这样好，然后啊，你可以把今天的右手加音弹进来，咪瑞，它就变成，然后瑞，你要盖章或这样都盖章好了，从哪边出发都可以。好，这样去练习一个上去，一个下来。